早上，先生，早上，太太，累了吗？今我想开水机个，我们就开安内轮台时，我今年30岁，我开一内呀，我三口一百六十公分，我带装50公斤，我算会考，我读书到中学毕业，我结错分，我有一个差一个来，我给老公开看店。我已经在家打坐一3年，经济屋的所得、物的、住送、洗衫、晾衫、照顾 BB， 我是照顾洗落 BB 落人卡，我是住送、有在破洞建议，我是开开始买送、买上在、买衣、买上课、买药当给他，我唔是住用，但系我会住住用，我唔肯靠。我想去香港坐嘢，因为我要喺温多地金俾我家庭度我自己。我希望先生太太俾我可以为喺嚟嘅屋企坐嘢。我为落实养老电话好好坐嘢，多两年合作。多谢先生太太，最近喺香港，拜拜。